琴棋书画棋射蹴鞠，云文云武学习无间，生活是一目两天，做中学学中卷，沙子虽小一沙一个世界，粒子虽小希望却是无限，两人发挥双修复会，大爱山过满人间。天下第一的阿公真是你咧无用呀！何老公，你来啊、哦！是啊，给你送一盆兰花来。哦，多谢多谢你呀、啊！你免遐客气啦，今仔日才开尔，希望你有介意吼。你唔只客气，何老阿公你是兰花专家呢，花开甲这尔水，我当然介意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丛树啊，我之前唔捌看过呢。哦，最近才甲刷过来才种啦，本来是种点厝内大埕的花卡。哎呦，这丛树啊生了真好，看起来你用不少的心血来照顾吼。哦，你敢看得出来？敢是安尼？你看叶啊生偌多的呢。当初阮孙出世的时阵，我都甲树栽种落去啊。哇、哦，这大丛啊！阿林孙，我哪有这大汉啊吼？哈哈哈！你真好啊！就是讲啊，我想要留一张树啊，可以陪一世人。哎呀，刘先生，你想啊真孤单哦。何老阿公，你敢有想要留什么给子孙呐？哦，我想规大堆啊，最后啊决定欠钱上盖实在。但想会晓用钱买啊，真实在啦，严哥，我较爽啦，见笑见笑。你唔好安尼讲啦，你对小弟子的爱，大家拢嘛知。哎呦，我定感觉讲吼，家己伤过平凡，无啥物在咧通留予子孙的物件。嗯，欠钱吼，确实是一个实际做法啦。无咯，无咯。人俗语咧讲吼，予伊鱼仔食，确实予伊一支鱼钓啊。对，确实甲你正南会专长传予小玲子，这嘛袂歹啊。这个想法听起来袂歹咧，就是唔知影讲小玲子有介意啊无啊？培养，慢慢啊培养。嗯，是是啊。真啊你啊，老早嘿！阿爹，恁来这早就起来，搞有什么代志？是啊，我要来煮面啊。煮面？哦，是为着小弟子的生日对不？是啊，今仔日是小弟子的生日，亲像进前同款，我会煮长寿面。好好好，我来替阿爹下水哈。好啊。哎呦绝对是福气一世人，阿公嘛得好好保养家己。小弟子若是无阿公哦，是袂用的哦。也是你较有智慧，为着小弟子啊，我一定爱健康长岁寿。阿娘，老早，今早起来哦。阿娘，今仔日无早顿汤食。等一下啦，阿公一早卡伫替你煮面啦。那阿公在替我煮面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小弟子的长寿面来呀、啊。啊，长寿面。是啊，
今仔日是小日子的生日，就爱食长寿面才去学堂嘿。我的生日不是早都已经过啊？哎哟，迄一天是提早过啊！啊，今仔日生日食一碗面，你唔只会健康长岁寿。嗯，足棒的。全家遐人的生日，阿公拢会记得，伊拢会煮面给咱吃。那安尼，伫个我遐细汉遐细汉，也袂晓食面的时阵呢、我就拿拿来拿做面糊来饲你啊。阿公，你真正足疼我。因为你是我的乖孙啊。知影阿公疼你哦，就爱赶紧读书来回报阿公才对。我上爱阿公，我一定要好你。只要你每一天欢喜、快乐、健康来大汉，就是对阿公的友好啊。土地公啊，今仔日是我的乖孙小日子的生日，请土地公保庇快快乐乐。平平安安的大汉，感恩感恩呢。哇，今仔日有人来拜拜，就是好食物件呢。这拢是我爱食的四修啊，佮水果呢。今仔日是阮孙的生日。这是请土地公赐福的礼品，请过路的人做伙享用。这阮阿公的礼哦，今仔日是小刘子生日咯。嗯，既然是阮阿公留落来，咱就做伙来吃啦。咱就是过路的人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这是不是小日子的有这么爱你的阿公？阮阿妈对我嘛有足侪疼痛佮教导的哦。教导，对啊，阿妈教我煮食，将来会用开店做生意，安尼我就唔免行无头路啊！哇，同胞阿妈想了足远呢。伊总是甲我讲吼，年岁大爱做一寡对子孙有帮助的代志啦。你学会晓，嘛会用煮予恁阿妈吃。啊，也唔过我煮甲足歹食的。唔头脏诶，最重要吃落去，安尼就开啊！小弟妹，你学真紧哦，等你若大汉了后，阿公再教你种兰花。阿公今麦是兰花精哦。阿娘，我等啦。你搁咧照顾你的宝贝兰花啊！来来来，你甲看咧，这个兰花是毋是生了真特别啊？亲像人蝶跳舞。小日子，你有欣赏兰花的慧根哦。阿公，你教我种兰花啦。小日子，啊，你有兴趣是？嗯，只要是阿公做的代志，小日子拢有兴趣。好啊，好啊。阿公在一点啊一点啊甲你教吼，会用迄种家己的经验传予子孙，应该无虾米比这更加让人感觉欢喜啊。你做个较轻较细腻哦，阿爹相信小日子一定会当做个真好。我很足细腻啦，真正是去予刀仔切着的伤痕呢。阿公，佫会听无？哎呦，免烦恼啦，淡薄仔空嘴尔，袂疼啦。拄切着的时阵，一定足疼吼。哎呦，惊一着，无去想着疼啦，敢若烦恼讲无法度煮面尔。你倒爱较乖咧，唔则对会去阿公遮尔疼惜你啊。我一定的啦。好，今仔会让阿公陪小弟子睏，好无？好啊。哎呦，
又搁咧枵啊吼！这，刚才一挂凊饭较凊彩呢。哈！咦，我来煮咸梅，互恁食好啦。咸梅？无安尼啦，你负责指导，我来煮食。我嘛要倒三工。没滚啊啦，没滚起来啊！酒甲放入去，淋一挂麻油，搁将卵甲倒入去，拉拉嘞，安尼就好啊。就芳安尼。葱啊，煮甲放入来嘿。好来。好，安尼就完成啊。哇，这是我细汉时阵上熟悉气味呢。咁慢呢，是因为我什么都未晓煮，干那会晓煮咸梅尔。我嘛会记这个气味，足香佮足好食。阿公，这个气味我一定要佮记好掉。后摆吼，我要煮予我的囝，佮我的孙做伙食。也佮有兰花，也佮有炒栗子。哇，咱荔枝糕有足侪宝物嘞哦！阿公，你是我天下第一的阿公。阿公希望你会当快快乐乐来大汉，正正当当做人。我会啦。